秋葵怎么做好吃？准备食材：秋葵、蒜、盐、老抽、生抽、醋、糖、食用油。一、将秋葵清洗干净，并斜切成段，蒜瓣切碎成粒。二、把适量盐、老抽、生抽、醋、糖加水调制成汁。三、起锅倒入适量油烧热，再放入蒜末炒出香味。四、将处理好的秋葵倒入翻炒均匀，再把调制好的汁倒入并炒至收汁。五、最后将锅内的秋葵和料汁全部盛好装盘，一道简单美味的炒秋葵就可以制作完成。